因为哈，大概老师都不顾。我是记者，为什么不能拍？这是公共场合哦。为什么要挡我镜头？您，您要退休？运出去的话，到时候我们就是看怎么样，就是他只要运出去，我们再来处理就好。对。哎呦，你妈妈在赶路。这个是在等速牌，要退休了。刚刚这样子，哎，你刚撞我，你还这么凶哦？你干嘛撞人？来来，你干嘛撞我？撞我还这么凶哦？哎，你不要踩到啊！江翠国中的主任怎么这样子呢？总务主任，你哪呢？江车啊！很遗憾哦，总务主任，你要这样做事情，哦，你的态度真的是让人家遗憾。总务主任，你进入工地的，你有帽子为什么不戴呢？我的那个作者要工的手，你作者要工的手。他不能一直玩，不能一直玩，这样子我们很好清楚啊，当我干嘛？挡车！挡车了！赶快挡车啦！那坐下来，坐在车子前面，坐在车子前面，快点！副主任，要不要提告？要不要提告？我们现在告发他为主任，主任们，哎，帮我演出来一下好不好？帮我演出来一下好不好？包好一点，一下面。那么你看，主任，包好一下面。都没领款出来，好不好？包好一下面，一下面，一下面。后面包好一下。现在在司法之中，在司法之中，你如果有疑虑，叫检察官来嘛，你叫新北市地检署来嘛。怎么讲啊？门线是不是没有？黄那个在马公务，他身体受了，知道受了啊。那个好了，妨碍什么公务啊？今天都给过来呢。妨碍了，他现在要毁损公务的，那可能周正公务的犯罪了，主导车子的进出哦，犯罪。后诉无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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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叫我打我，我先打他了，我跟你不说，我再打你，打我，先开除，先打东西来，好，今天不玩了，别让我，好，小姐，执行任务哦。执行公务，先跟你讲清楚。定位保，保持，保持，保持。执行公务，不要这样。听我讲，到前面去。受伤啦！他自己拉的。叫你们把他们弄坏了。我们家自己摸，你不可以攻击我们。他把衣服拉坏了，我这样你又攻击你啊？你又不警察，你直接就开枪了。别碰我！那个侦查队，我听我的话，你就不爱公务了啊！我通知你，对，你们受伤了，那你们受伤了，你们执勤教育学一下，不要这样会受伤啊。我们，他们，我们，他们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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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们
车，不好意思。这是学校，这是公共场所。是我们的车啊。请警察要排除一下好不好？那在听我讲的话吗？你要不要走？我在问你要不要走？又来，收证，要不要走？碰我，你碰我的话，已经在警察过程当中。请问你要不要依照检察官的？你要不要走？你要不要走？你要不要？现在司法侦办中，还是去这边打？司法侦办中，司法侦办中不影响这个。司法侦办中，司法侦办中，为什么法律是警察来解释的？那个检察官啊，法律依据的。检察官是这样解释的吗？到饭有没有？我再问你一次，要不要走？我要问，我还是要继续阻挡车辆的进行。啊，警察，现在我跟你报案。我再问你一下，我现在跟你报案，好不好？你要不要？我现在跟你报案，你要不要走嘛？我现在跟你报案。工地，我现在跟你报案。好，在那工地，我现在跟你报案。车辆进行，我现在跟你报案。你大家看到，警察不接受我报案。你要不要？我现在跟警察报案。我现在跟警察报案。带走。我现在跟警察报案。所以呢，收证，收证，收证，快收证！你就办我，收证，你就办我。你手不要去抓的，所有人都不抓的，抓的我。你有病啊！你有病啊！在空中降低，放下。不要以为你故意把我弄烫，我会怕的。来来，就是靠靠近。故意把我弄烫，你以为我会怕？靠靠，靠靠。好吧，好吧。好，先生，行。好，那个。你以为你故意动手脚把我弄烫，我会怕，是不是？你以为你们故意动手脚把我弄烫？这么多人，多少人呐？他不是中新冠的。丢脸了，这么多人，多少人？他丢脸了。共产党，共产党不叫姐。有种照我啊！走。警察老丢脸了。有种照我。我的眼镜啊！就闹钟，闹钟啦！好了，闹钟。你的眼镜，你的眼镜，闹钟啦！记得还给他哦。不敢动小手脚，闹钟啦！眼镜记得还给他哦。有种光明正大揍我！啊，我就觉得政府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傲啊，都不顾。其实我们当初出来也是为了学生哎，因为我们都服务在这边服务25年以上啊。啊，对这一片从那个矮树开始。啊，等于相当于就是我们的创校树啊。可是，在历届的经过三任的校长，他根本都没有办法去体会出我们的回忆、全校师生还有校友。因为我在教书32年里面，有20年都是当导师啊，所以学生那时候我们也都有留校。留校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带学生来这边跟他们心理辅导啊什么的。啊，所以像有一天晚上，我们在这个住宿嘛，烛光住宿。11点多我要回去的时候，经过大门口，有一个学生就赶快把我抓住，就说：“哎，老师，我以为是谁？”他说：“哎，我是你谁谁谁，我是你的学生啊，你认识我？”我说：“啊，太暗了。”他就跟我讲说：“啊，这片树为什么要弄走？以前老师你都跟我们都在这片树下这边烤肉啊，这边聊天啊，这边嬉戏呀，啊，为什么要这样？”然后他就抬头这样看着这片树林，然后就这边一直好像很无奈这样子。是现在市府说他不是要砍，他是要移，他要移，我们就是不要移走啊，因为张兆志校长就说这一片是维也纳森林啊，是他自己取出来的名字，结果他自己又答应这件工程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就是要这个树林移，那还不简单？你让它死啊，这一定，尤其这么严重，一定是死的嘛。那我们是要这一片树林啊，就是要这个树在都市里面啊，我们不希望它移到别的地方去啊。有3000个学生让他们打折，打完了以后能够在这边乘凉聊天啊。你问我问过很多的校友，他们都会把心事像同学跟同学之间聊心事，也都是。
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去剥夺子孙他们应有的权利？我们现在真的哈，应该要愧对下一代的以后的子孙呐。所以其实就是这样啊，我只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人生的理想，反正退休后的嘛，人生还有什么？就是主要就是要想一想，说我为什么来走这一招？我想说要做一件啊，真的是为子孙呢、啊、有一点贡献的事情啊。我们至少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啊。那这样难道有错吗？那你为什么都不能够体会到我们的心声？